晚一点收鱼。不得不说，愚公的手脚真的很快。这个在自己在杀臭度的这一位就是社群里面的卡尔瑞，白敏发，如果你有遇到卡尔文，可以请教他。剪刀会滑，机匠一定问。他说不会滑的鲨鱼刀，鲨鱼剪刀，用那个刀反而用那个来剪刀比较安全。这很快哦，这样15秒就可以吃了。剪一剪，然后内脏推出来就好了。看，这样推出来就好了。啊，这个把它拿出来就好了。拿出来，它就很干净。这个是喉咙那里，这个是屁股，这个就不下来。它这个是
这个白色的就是丢丢丢金兰，它如果是我们这个蛋，把它放回去，现在另外煎，那另外煎比较好。明天下雨天。对呀、啊。是新竹不行，新竹真的才下雨。南市镇，南市镇。